据越南媒体10月11日报道，安吉拉初今年24岁，来自越南胡志明市。5年前，19岁的安吉拉初接受了一系列的整容手术，随后成为当地备受欢迎的女网红。才21岁就能购买当地的豪华公寓。近日，安吉拉初透露，她与泰国富商结婚后生活舒适，每天早晨都先去拜见婆婆。安吉拉初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日常生活，很快就因出色的外表吸引到大量的粉丝。才过2年的时间，安吉拉初就赚到了大量的钱。她在胡志明市购买了豪华公寓，又买了汽车和心仪已久的奢侈品。然而，安吉拉初对此并不满足。他设法接触商界的成功人士，学习经营化妆品公司，还因此结识了泰国车用塑料制品领域的巨头，并与其顺利结婚。如今，安吉拉初与丈夫一家生活在泰国的豪宅里，经常在网上晒自己婚后的奢侈生活，并且出门可以选择不同品牌和型号的豪车。很多网友都羡慕安吉拉初的生活，说她不需要为生活焦虑，可以享受各种奢侈的东西。